副山顶的陈阿大是李表舅吧？啊。陈阿大他老婆的娘家是崔家务的，你知道吧？啊。我姨家有一个表妹，嫁给了陈阿大他老婆的妹妹的婆家的一个叔伯侄子。嫩起呢，咱们还是亲戚嘞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先打官司，证明这离婚是假的。这妇女离婚了，然后再跟这个畜生结匪分，你后悔了，然后再离婚，然后再离婚，不是要说结婚的吗？然后再跟这个畜生结匪分。你这个离婚是真是假可不归厂子管呢，你和秦玉活能不能复婚也不该归县政府管。离婚案到不了院长这里，杀人案才到院长这里了。你可以进行上诉啊。怎么上诉？去诉讼院。你这个案子太大了，我做不了主。明天到法院去做。这件事情跟法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那你应该去检察院啊。这样，我帮你把县长叫来。他就是县长。哎，里面跑嘞。不要打，不要打。坐在县长车子里面不一定就是县长。马上打电话通知那个新厂局长，我们已经管不了了。明明就是假离婚，不是要说结婚的吗？你怎么就不能说句真话，说他是假的嘞？我不绕圈子，你又开始绕圈子。没有你们十年前判错的案子，能有今天吗？十年前正是因为判对了，才有了今天。我喜欢开门见山，那我们就长话短说。后山岭的陈阿大是我表舅，你知道不？你一家的表妹嫁给了陈阿大老婆的妹妹的婆家的叔伯侄子，算起来我们这个亲戚不远啊。